我们是不是给李延春大师以及他的夫人舒康女士热烈掌声好吗？谢谢他们。我们再热烈好吗？文化部副市长以及这个前中部秘书长陈唐山，以及我们邱富生邱董事长，还有这个严文龙严董事长、翁新珠翁前诸位，还有好多的好朋友过来这一边。今天呢，这个画展呢是中山国家画展今年算是一个很大胆的。本来我李延春这个老师哈很少接触，我到艺发市场当了两年，但是一直没有接触。这几天我看了他的整个的资料，不读他的这个历史资料，不读他的人生的走过的路，不知道他的伟大，也不知道他对台湾有什么用心。所以因此我整理了一下，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。第一个，我想李延春教授是集油画、雕塑、水彩全方位的国际大艺术家，他用生命打造了台湾这块土地的深厚的艺术沃土。我读他的历史，看到首次个展是在1966年在台北国军独立活动中心进行展览，展览86件，也是有油画、水彩及雕塑。1983年应邀至国立历史博物馆国家馆展出，1989年应邀至台湾实验美术馆展出，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美术馆。1990年呢，到台北市立馆美术馆展出。1992年呢，在台北歌德艺术中心展出了80件作品。然后2001年全国巡回展，好多的县市都被巡回完了。2019就在本馆的中山国家画廊展出。所以说他的个展踏遍了台湾的每一个县市，只要来邀请李老师要为台湾的文化中心或者社交馆展览，他全都答应。所以说真的他个展无数，连展也一样无数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他用艺术创作真心用心来爱台湾这块。我们是不是要热烈掌声好吗？第二个，李延春老师呢获奖无数，令人赞叹，是成功的国际艺术大使。李老师荣获法国艺术家沙龙绘画部的金牌，以及雕塑部的银牌。那获得金牌并推荐为会员，然后呢，有优选入选无数，包括水彩也得过第一大奖。所以因此，经过研究之后，我带到艺发到现在，看到这么多奖项的跨界的，只有李延春李老师是台湾唯一的大画家，说这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说他是艺术大使呢？因为2007年。还有100号的油画叫顾远，荣获大奖，进入瑞士的名人录。另外，1993年的时候，他当选3年一任法国艺术家的绘画部和雕刻部的金银铜的荣誉评审委员，那是何其荣誉！然后又是在国际评审委员24个，2000年、2000年。当选法国艺术家沙龙绘画部的评审委员，然后呢，成为24位国际的评审委员，亚裔评审委员之一，就是 Only One， 就是这个名字。好，那最主要，他当评审从1993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到2019年，总共是一台公平。所以他在今年呢，法国艺术家沙龙主席颁贺李延春绘画部评审的期满25年，你台湾只要绘画你画报，这评审这几档我们也告给你啦，有无？
我和浩浩，哎，再喊他好了。第三个部分，李教授是一位让人钦佩的艺术教育家。李教授的父亲叫李奇帆老师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兄弟姐妹有11位，都是彰化鹿港的，好，鹿港的有11位姐妹，大部分都从事教育世家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李教授他呢到师范大学毕业之后，到台南彰化中学、彰化西多中学，以及国立艺专美工科和中原理工大学建筑系，还有国立台湾艺术的学院的客座教授，还有到国立彰化师大美术学系当客座教授，还有兼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、私立大业大学造型艺术系的专任教授，还有荣任台湾艺术家跨国沙龙协会的荣誉理事长，还有担任国内各大展的临时委员。所以因为可能受到李奇帆他父亲的这个李元龙的父亲的影响，所以他11个姐妹之间呢都从事各方的为台湾教育工作来努力，所以这个家族是一个教育世家。我们给教育世家掌声好吗？第四个，这边有三件作品啊，各位往后看，好，往后看，有三件作品，以孤家的渊源啊，蛮深的，因为第一个有孤显龙先生的人物画像，还有孤宽勉之正的人物画像，还有孤连松先生的雕像，雕像用了1年半的时间来完成，所以说真的是一个真正在台湾工作从事艺术教育的艺术教育家。第五个呢，我想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次的展览作品总共有117件，是李元亨老师在各展里面最多的一次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啊，最多的一次。然后呢，油画有92件，水彩8件，雕塑有10件。那有3个系列，有人物亲情系列，有少女系列，以及风景系列。那我这个布展呢，我今天早上把它看了一遍，很感动哦。因为人物亲情系列呢，是描绘母性孕育生命的这个崇敬。及无限的光辉慈祥和温馨和幸福愉悦，象征的永恒的爱。少女系列的更多，各位看哦，跳舞的、坐姿、卧姿，各姿都有。那里面呢，表现的是淳朴、温雅、丰盈、律动之美。而且我看到他画的薄纱哦，五告女孩啊，薄薄的，然后雕塑完薄纱哦，两个你要薄纱本，雕塑变成薄纱。在神乎其技哦，所以少女系列看了也非常感动哦。那风景系列当然，它用它的绘画也有一些追忆的想象跟自然的写实哦，整个结合在一起哦。我想最后我有两个小故事来告诉各位，因为你们都还没有看到他的画册，我一直想问李元亨老师。第一个，他就写出来，我是鹿港中学留校查看毕业。啊、我也想不乖啦，我想的，他是鹿港中学留校查看毕业的，刮胡，黄海推行国语，你都不能说国语了，海都没人搞，哦，他黄海推行国语，还有就是，啊，他黄海推行国语，巨型国书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无数缺席校外。乐团的演奏，所以因此呢，这是一种哈、哦、艺术家冲撞体制的勇气。另外一个呢，更是一位艺术家具有的性格。所以说真的，如果他今天没有个性的话，他画不出人品来。第二个令我感动的地方，留下的李元亨老师，你致辞的时候要解释一下，不然我忘摘了，忘记了，所以看不到他。大学联考的时候，刚好李元亨的爸爸李奇帆刚好先死，那李元亨呢？当天跑回去，又跑回考场，结果呢，还是考上第一志愿国立师范大学艺术系。所以这一段也许你写的，我在他就说很感动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李老师能不能好好介绍一下。所以李老师呢，在这边展览117件，是国务纪念馆的荣幸。也是非常的感谢，所以呢，
这个部分呢，我想具有感动。那我们这一次刚才进行的是我们开始的音乐进入空间，我们有15所学校的学生在重要的展览的时候，他们会来演奏音乐。另外，这一次手语翻译是国父纪念馆办展览第一次的翻译，我们就欢迎手语的展览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